我要积累更多的财富和权力，让所有羞辱过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越是想要往上爬，就越要放下满心仇恨。我不是你的仆婢，而是你的同路人。我可从未跟女人做过生意，我也从未听过。 小权氏的商人，这个银翼人极有价值，如此奇货，弃之可惜。之前没有你们的时候啊，我不也挺好的吗？现在赵秦正在交战，秦王孙可能随时会有杀身之祸。你们两个留下来，无非是多两个陪葬。如果您信任浩南，也请您信任吕不韦。我吕不韦。 可以为王孙的大业不惜一切，请吕兄助我一臂之力。二人会让你的无忧怨言变成心甘情愿，送他上路。财富，你我都要。誓死保卫邯郸，与秦人决一死战。 虚皆阔兮，不我活兮；虚皆寻兮，不我心兮。